需要看相或者批解八字，私信老师即可。人中在面相中主管一个人的生殖器官的运势，若是人中中央长恶痣，则这样的人在面相中属于破损痣，代表此人的身体健康受损，受孕的能力比较差，尤其是在孕育下一代的时候体质不强，甚至会把恶疾带给孩子，出现早产或是产恶等情况，或是婚后受孕能力低，难有子嗣，晚年孤苦。但是也只有在人中中央时会出现流产的可能性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